么要开枪？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你是跟死者有财务纠纷吗？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你现在是保外就医吗？借过一下，深仇大恨吗？借过一下哈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哦。你知道在医院行凶，很多病患都被吓到了吗？不好意思，你是不是枪把你烂命一条啊？不好意思哦，来，小心哦。你为什么要开枪？你跟死者有2000万的财务纠纷吗？他欠你2000万吗？你是怎么招我的？之前他叫你去顶罪的吗？不要挡了，小心，谢谢哈，谢谢，请不要。